因为那个党中央很像在布局规划2018的县市长选举，都要预选制，你有打算要争取吗？我想国民党里面对于这个2018年选举，能战敢战的人都很多，但是要不要去打这场仗，还是要以党这个整体的利益，我们整个国民党最高的这个利益来作为考量。我想个人来讲的事情小，但是整体的这个胜算这个才最重要，好不好？谢谢。作为军公教人员，在过去几年当中受到很大的委屈，那年金改革当然这是一个正确的诉求，但是也不能因为为了要实行改革就拉一帮人打另一帮人去侮辱这个军公教人，把军公教人踩在脚底下来合理化所有的改革的行为。那我认为这个军公教站出来，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被重视的话，我想还会有第二步跟第三步。OK， 谢谢。